记者彭瑞琴台南报道，成大医学院创设35年，唯一新建工程医学院第二研究大楼，今三日动土典礼，总经费 8.4 亿元。未来地上11层的新大楼用途将聚焦在全球医疗发展趋势的高龄医学相关议题研究及基础医学研究。成大校长苏慧珍表示，结合成大校本部、医学院及成大医院资源与临床经验，进行跨域医疗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并期望明年在新建全国第一座智慧型老人医院，未来成大成为台湾高龄医学重镇，引领智慧跨域老年医疗先锋。成大医学院第二研究大楼位于成兴校区，总楼地板面积8200平，预计民国110年10月完工。空间规划一二楼是共同使用的教室，三楼以上将设研究室、实验室，四楼并设有空桥与既有的医学院大楼相连接。台湾人口老化速度全球第一，老化相关疾病治疗、预防策略、个人化医疗及居家照护规划是医学上重要挑战。成大医学院表示，第二研究大楼两大发展目标，一为高龄医学研究，包括转移医学及临床研究、高龄照护及高龄医学产业技术发展、高龄人口照护政策学术理论及相关福利研究。二为药物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及临床应用，包括高龄人口药物动力学探讨、药物制剂研发、药事照护研究等。